我们宣告每个世代都要成为那世代的光，为神发光，照亮黑暗。是的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。阿们。建堂的这件事情上面贡献，那么他就想出一个办法，他就卖鸡蛋。鸡蛋是民生用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的群组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有台南灵粮堂的，有安南灵粮堂，有安平灵粮堂的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每个礼拜是固定的在跟他消费。好，那大家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奉献。这位妈妈她大概从头到尾大概两年的时间，她的奉献已经超过了50万，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的掌声。